后面的腿，他那个腿常常那个腿来踢这个腿嘛，或者用鞭腿啊，或者用桥，一般现在在打自由搏击用那个腿来鞭这个腿，所以他的距离是这么远， timing 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鞭动了以后，你的时间要这样子，你不可以等这个，你不可以等这个，不行了，他就进来了，他第二动就来了，所以他那个腿一动，他那个腿打出来的是换步，看不懂，他那个啊、哦、拔换，好的吗？打这个胯，打这里，打这边进去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拔起来的时候，我的位置本来是在这里的，是不是？当他腿来，我拔起来的时候，我的位置已经变了，听不懂？所以拔起来的好处是在这边，懂了吗？我不是在原地了，啊、哦，那打那边是，因为不能打这边嘛。但是他的腿编出来的时候力量最大是在这里，可是根是在这里，你把这边踹，把这边踹下去啊，听不懂啊，所以重要性是在这边，所有的武术就是一个 timing， 武术就是抢那个 timing 啊，